他学习很努力。他的爱好是摄影。他的爱好是摄影。 你是我的幸运。我们去书店看看吧。 他很喜欢看书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 他最近在学吉他。他每天都会练习吉他。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有兴趣学习音乐吗？ 我们去博物馆看看吧。他的汉语水平很高。 你想学习什么技能？ 他很喜欢听音乐。 他很喜欢学习汉语。你觉得这本书有意思吗？ 这个汤很好喝。我不想再看到你。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。你觉得这家餐厅好吃吗？
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？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？我们去书店买书吧。我们去书店买书吧。你去过上海吗？你去过上海吗？我们明天一起去吧。我们明天一起去吧。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？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？他很喜欢看小说。他很喜欢看小说。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？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？我不能失去你。我不能失去你。他很会做菜。他很会做菜。请小心点。请小心点。我最喜欢蓝色。我最喜欢蓝色。他很擅长做菜。他很擅长做菜。他每天都会练习弹吉他。他每天都会练习弹吉他。你们家有宠物吗？你们家有宠物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你觉得这道题容易吗？你觉得这道题容易吗？他每天都要看新闻。他每天都要看新闻。这个城市很漂亮。这个城市很漂亮。你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吗？你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吗？他每天都会练习钢琴。他每天都会练习钢琴。
他很擅长做饭。他很擅长做饭。我想吃火锅。我想吃火锅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你有什么计划？你有什么计划？我们可以在这里等。我们可以在这里等。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。我们一起去吃冰淇淋吧。我们去游乐园玩吧。我们去游乐园玩吧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你的中文发音很标准。你的中文发音很标准。这是我的车。这是我的车。你最近在学什么？你最近在学什么？他的家乡在北方。他的家乡在北方。我们一起去买东西吧。我们一起去买东西吧。我们可以一起学习。我们可以一起学习。我等不及了。我等不及了。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？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？我们去吃午饭吧。我们去吃午饭吧。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我们一起去散步吧。他最近在学做饭。他最近在学做饭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
这个电影太无聊了。这个电影太无聊了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他们是我的家人。不要担心明天。不要担心明天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野餐。我们可以一起去野餐。你的眼睛很漂亮。你的眼睛很漂亮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花？你喜欢什么样的花？我觉得这个城市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个城市很漂亮。他正在准备考试。他正在准备考试。你喜欢什么样的宠物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宠物？我不能原谅你。我不能原谅你。他很会画画。他很会画画。你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你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这个菜真好吃。这个菜真好吃。你觉得这道菜好吃吗？你觉得这道菜好吃吗？请再说一次。请再说一次。谢谢你的帮助。谢谢你的帮助。他昨天生病了。他昨天生病了。你喜欢看书吗？你喜欢看书吗？我想去旅行。我想去旅行。
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？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？请给我一些纸。请给我一些纸。你的坚持让我感动。你的坚持让我感动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电影院离我家很近。电影院离我家很近。你喜欢哪种水果？你喜欢哪种水果？这个音乐很欢快。这个音乐很欢快。他是一个好人。他是一个好人。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你去过哪些国家？他每天都会写日记。他每天都会写日记。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。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。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我们一起吃晚饭吧。我们应该多喝水，少喝饮料。我们应该多喝水，少喝饮料。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？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？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？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？你会说多少种语言？你会说多少种语言？我希望如此。我希望如此。他的家在哪里？他的家在哪里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旅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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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